过来过年，这检疫是措施要来实施有三种检疫方式，一种检疫所有那为今仔日开放，和民众会当先注文。另外第十五期的疫苗是不是要开放，会当注无共期？卫生部长陈时中表示，今仔日也是明仔载就确定。另外高端这部分呐，要出国会当搁注其他牌子的疫苗，有那户外的批评讲无负责任，但是总是强调讲伊会负政治责任。因应春节检疫的新措施。集中检疫所自十七拜三早起十点开始开放预订，而且为了要避免网络塞车，指挥中心是采取两阶段分流线顶订房，一日人一天新来票千五。严谷民众反映讲，之前已经伫咧国华指挥两期有风声，符合七加七加七的专案，想要退订集中检疫所，煞找无人办。对此，医学会表示，若是确定符合资格，就当退款。春节专案的规定的人是可以退费的。另外，咱国内新冠疫苗第十四期正伫咧做，也毋过做人无多，尤其是莫德纳，阵个疫苗也阁正多。像台大病院所开个莫德纳疫苗门诊，来挂号做民众无多。对此，卫生部长陈时中也讲，确实是安尼先，并且讲目前正伫咧规划第十五期疫苗开放南美组，和第一期做 A D 的民众，第二期会当经莫德纳或者是 B N T。以前我主要在立法院，不是要么就今天、明天，大概就会去会。因那已经做过高端疫苗的人，因为要出国，搁再补助其他疫苗，和外界批评无负责任。但是中强调，政务官会负政治责任，这是经过专家会议讨论出来应用措施。因为即马世界各国对入境的人的自由防疫规定无同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